各位好，由黄德兰和大家看天气。本港今天有骤雨，有几阵狂风雷暴，一起来看一下卫星云图。从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呢，华南部分地区大致多云，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。截至下午5点，天文台录得的气温介乎26.2到30.3度，相对湿度在79%到91%之间，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。天文台录得了8.8毫米的雨量记录。再看看5点的温度，30度，相对湿度80%。再把时间交给天气先生。预测今晚及明天大致多云，间中有骤雨，局部地区有雷暴，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，吹和缓的偏南风。展望随后的2-3天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有几阵骤雨，而到了后期，最高的气温约32度。预测明天上午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级别是低。而预测明天最高的紫外线指数是5，强度属于中等。我们再到世界各大城市看看天气。天气看到这里了，拜拜。